诸位先翻出来那个佛义教经科表那一页，带括弧的页数啊算是第九页，那不带括弧的页数就是第一页，它又没有印清楚，那么将来需要再版呢，再好好的删补，好好再印啊。那个看这个科表啊，图纸底下知道哪一科在哪一页都有，那么参考那么就比较好。我们念三句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义教经，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度阿若教称如，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所应度者皆应以度气。娑罗上数见将入涅槃，世事终业寂然无声，为此弟子料说法要。那么这段最初的这个本文啊，在第八页。那么看这个大课呢，第一页呢，这带括弧的前面那个页数是第八页，第九页啊。佛义教经啊，显示，是佛最后的义教，那么说是这个第四页底下的这个表解呀，那个注解呀，是周文王、周武王、武王的太子就是周成王将崩，在弥留的时候啊，叫群臣呢立康王，那么这所对群臣说以至于嘱咐康王的话，这一篇呢，那么就叫做故命，是书经的一篇，就是临终啊回顾啊而发的这个持命啊。那么现在说话很像是这个国父的那个遗嘱，那么也像我们家里头穿的祖先穿来的宗谱，代代宗谱，而有祖先的遗嘱的话在里头，那是看着很切要紧，最后的遗嘱嘛，很切要。这个题目是佛的义教，翻译经典的译者呢是鸠摩罗什三藏，那么鸠摩罗什三藏那个表解是在第七页，那么时间呢，现在的话就剩一个半钟头啊，有表解诸位都要看，我就不多说了，但是说呀，罗什三藏这是七世的佛陀呀，
比如说我们释迦牟尼佛前面是迦叶佛，再前面的拘留孙佛、拘留哈摩尼佛，往前是推七佛以来翻译经典的三藏，翻译经典的大师啊，七佛译经之师，那么三藏啊，在临原地的说，说是我翻译经典呢，倘若有错，我要是火化之后，全身都叫它化为乌有啊，哈、啊！可是我翻译经典没有错误，我这一生的意思苦心呢，就是翻译经典，我为的那么传流佛法哈、啊。那么我要没有错，给我一点证明，也是给世间后代的弟子证明。当时是十方，后面往前传就是三世，给十方三世的弟子啊，证明啊，我翻译经典不错。为求十方诸佛慈悲加给啊，最后我这个舌头就是烧不能烧变成火灰啊，那么能给保留住才好，证明翻译经典没有错误。说了之后就圆寂啊，圆寂之后，那么火化的时候果然这个全身都烧成骨灰了，那么唯独舌头还是红红的，保留不化，这很著名的一桩事情，那种佛法都在证明啊，决定不错的。这个经典呢，佛医教经这个经字哈，诸位看第五页的那个标记，两个表是第二个表，修多罗，那么原因呢就是斯特拉，在这个罗什三藏的时候翻译为一个修多罗啊，刚才玄奘三藏就翻译这个花言呢，那个音呢，就用速多染，我呢用品尝起来那个翻字原先那个音那个意思，一个修多染，一个速多染。那么第二个标解呀，那么说是翻，这个意呢，速多染就是。意呢就是相，那么按着这个花言翻起来呢，说翻相不雅，不雅就那么改成经，那么经也是相，这个不啊，那么竖的是。线叫做经，横的线叫做纬，那么说是这个经也是线的意思，那么就采取翻译说经好。经啊，我们都说经常废，天经地义啊，更三十而不一。那么佛说还被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行就是无常的。那么在多少年前呢，那么太空人太空船登陆月球，那么就有信佛的居士就说的，说是这个我们不能信佛了，说怎么的，说这个太空船太空人都登陆月球了呢，那么就按照三法印说诸行无常，太空人登陆月球了，太空人也没了生死，那么诸行还是无常的，不能那么太空人登了月球了，那么人类都不死了，那可就不用佛经了，还是诸行还是无常，诸法还是无我，
那么生灭即灭，即灭现前，涅槃才是寂静。所以这种佛说的说是三法印，或者诸法实相一法印啊，小乘的三法印，大乘一法印，这种理呀、啊、跟三世部不能更改的。那么要是想了生脱死，一定依据着佛经去修行啊，有一本佛经我们好好研究，依着这个修行就能了生脱死。经权定、律权戒、论权慧，我们有了一本经啊，就可能了生死。一些论，你像大乘起信论，我们一直要修，也可以了生脱死的啊。所以这个经啊，是了生脱死圆成佛道的方法。你走到天涯海角，你无论是哪地方的人，要想了生脱死，都得依着佛经去修行才能了生脱死。那么你依着其他的修不能了生脱死。那么但是说是其他的学习各种的学术都是行菩萨道的这个学问，那么比如说国学嘛，国学是阅佛经的基本，那么也就是文字的义理，各国都有各国的学问，那么由那个翻译出来的各国的人在研究佛经，都需要通得本国的国文。那么看本国的藏经，本国的佛经才能了生脱死。那么所以说是哈，那么这个修德罗翻译的是东山十二部，一就是常的意思，普世方而通尊就是法的意思啊。那么这一说修德罗翻成为本来是意义是线儿，线儿就是把珠子都穿起来啊，就像念佛珠吧穿起来，那么中间还添两个玻璃或是琉璃或是翠的那个珠，还有念珠头，那么一穿起来哈，就是把名句文字母单字那么一段文章都不能穿起来，那么能摄受凡夫和外道，圈教的根基的菩萨和施教根基的菩萨，那么都能把它摄受为佛门做弟子，徐云长和年普说呀，云南过去有一个军阀，傻人不翻眼儿。也不是姓什么，对，就依他这个姓就叫屠户，就叫他屠户。以后他信了佛了，还很虔诚，手里拿着念珠，见人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再绝对不杀人。那么这就是把凡夫啊，摄受为佛门弟子了。还有章太炎先生他的女婿就是朱敬昼老居士啊，在台中正觉寺住啊，那时候在我在观音山的时候，普里观音山在老居士在我那里住过，他是这个基督教徒，他不能信佛呀，可是因为他在重庆啊做税捐局长，晚间呢、下班呢、那么和同事啊在哪儿就打麻将，这个往回走，半夜十二点多了，看那个电线杆子底下站了一个女人，他说这是怎么半夜个女人站在那儿呢？他就走他的路，那么你就站你的，你就看吧，我就走吧，
越走越近，看到人也不动，半天也不动，那么再走再近，那么看到不得对劲儿，那个面色发青啊，那么是这个这个，可是这时候要往回跑不行的，他是会跑他是跟着跑的呢，啊，他就硬着头皮呀，就闯过去了，走过去了，走过去了还放一点心，又缓缓一想起来，都说是看见唐是看见鬼呀，啊，那么看不见鬼的腿，啊，那么他就扭头一看，没有腿，这就撒腿，他就大就跑起来了，啊，跑过去一夜睡不着啊，活活看见鬼了，以后见了太虚法师啊，太虚法师给他《金刚经》《般若心经》，那么他就信佛了，从那以后也是皈依的，作为佛门弟子，这是不外道，给他《金刚经》《般若心经》看，他也皈依了。那么这个意思，这个经啊，它不能贯彻凡夫外道全师的这个根基的菩萨，都能给他这学识的信服。所以是我提倡，我信佛的时候，我也是有断灭见，认识就了。不过一想到认识就没有了，这个太人生的前途有什么意思？渺茫啊！对人生就有断灭见、断见啊！说是人死了来人害，投生为人；狗死了投生为狗，这叫常见。啊，以至于说是皇帝死了，将来还投生为皇帝，这都是常见。佛说不断也不长。你要说是人死了，就没有了，随着火，那么火一烧一把就没有了，那么这叫断见。断见就是我同学在这谈这些三世因果鬼神的事情，就证明。那个人死不灭，有灵魂在，有三世的因果，六道轮回，那么我讲这些就是证明啊，有三世，有三世我们就要好修行啊，没有断见呢，也没有常见呢，那么这个至于这个修德罗翻译下有这五种意义啊，同学看看能体会，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研究啊。那么并不是我们愿意那么讲鬼呀、啊、或者是因为同学年岁小来的联谊室，我就那么特意的呵护大家，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证明不断也不长，这个意思。那么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呢、啊、度阿耨叫成如啊。啊，那么这段文呢、啊、与娑罗双树见将入涅槃。那么娑罗双树那个结那个果那个很甜很美很好吃啊。那么开花也特别美，这么两棵树，一个是树很茂盛啊，一棵树就是有枯萎啊，那么枯萎的树啊就代表啊断见，死了人死就死了就了了，死了就没有了。那么繁荣的是常见啊，那么做皇帝生生世世是皇帝啊，那么男子生生世是男子，女子生生世是女子啊。佛说不长，六道轮回，一切一切，那么都是轮回啊，转变的，不是永远。今生是什么，来生也是什么。那么如此，佛就在这个双路上说了双数界呢，入涅槃，那个不断也不长的意思。那么这个在佛法说就是事啊能现理，事相啊
能显出来这个理，也就镜子的玻璃上头照出来的那么事事物物啊，那么能显出那个理啊。比如说是那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释迦佛的两旁，文殊菩萨代表大智，普贤菩萨叫他大恒，那么说行也好，那么知行合一才能成佛，那么说佛在中间。那么阿弥陀佛旁边是观音菩萨、释智菩萨，有观音菩萨反问问自性，或这个释智菩萨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么众生才能成佛。又有观音菩萨大悲来熏生救苦啊，普度众生，又有释智菩萨那么教人念佛，如此一母一念弥陀，这样子才能成佛。所以阿弥陀佛在中间，所有的事项啊都有义理在啊。那么这些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名呢，在这个第八页后面，释迦佛、释迦，那么翻译为成能人，也就是人，儒家的人就是佛法的慈悲两个字，无缘大慈，通体大悲。那么佛法讲的这个还比惭愧两个字，就是儒家说是离廉耻的耻，能止住众生的那个恶业不作呀，有廉耻，那么内里忏悔自己，外边感觉愧对于人呢，以及父母也算是，佛也算是，那么这样不敢造恶，那么这才叫做自忏愧他，合起来叫做耻。那么佛法分析的名相憨而精详，义理也具足，释迦牟尼佛呀，这是佛名啊，就有这么大的意义。诸位也是看表啊，表解掉了解啊。那么八十八佛里头，说是普光佛、普明佛、普净佛。普净佛是体，普明佛是相，那么普光佛是用，依着清净的本体现出来光亮的那个相，明亮的相，而能普照众生，吸引众生从苦处啊到这个幸福处，那么这是光的意思啊。斗战奉圣佛、精进军佛、精进喜佛，这是那么做三种贼易，做心种贼难，而这种佛呀能做心种贼，而又能度过众生，叫众生在那么做心中的贼啊。那么最后那么都这个这些八万四千烦恼都平复了，都投降了啊，完了都成八万四千法门了，八万四千的菩萨、八万四千的罗汉，那么这样子，那么这尊佛就称作斗战胜佛。当年修行的时候很精进，就叫精进军佛，精进中的有法喜、有禅悦，就叫精进喜佛啊。那么佛名啊，一直佛名都度化众生。我这么讲，快啊是慢？梁先生说，你们听我这么讲，我的口音，你们听是快是慢？我这么讲能不能马上就了解？还需要再慢点？不要慢，也就这样可以了。我讲台语是地道的台语，讲国语是标准的国语，这个
那么佛名啊都是度化众生。我受戒的时候啊，我那么受了几天呢，渐渐熟了，去了也报名报到了，就好戒兄弟大家一排一排的站进来啊，等着忽然间呢，听着这个戒兄回来看我，那个戒兄回来看我，我还不知道，我还嚷嚷嚷啊，完了这个铁兄一直拍我一下子，二师父叫你了，我说没有叫我啊，你看叫你，你叫颤云，你就叫你颤云，哎，当时我就想着这个弘一大师雕刻印章啊，上面写的名字姓孔啊，我多少年我在家姓这个姓，我在家那么叫这个名，没想到忽然间三十年一出家，这些姓这些名都放弃变了，姓释迦牟尼佛是释，名字改成灿云，还有号啊，以前的都不要的啊。那么那时候在家呀，但为自己家乡或亲近邻居以至于或本家伯父叔父的儿子要门当户对啊，那么将来要富贵荣华啊，那么要传宗接代，我们的儿孙都发达啊，大儿子啊做部长啊，做还比经济部长，二儿子是做这个财政部长啊，三儿子做外交部长啊，那么一家呀都是部长，那么都是博士啊，那么那么都长寿，都活100岁，100岁到了啊不行，还要多活108岁啊，那么那个希望的太多太多了，那么就往自己家上想，没有给众生想，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都是度众生。啊，越想越好，越想越好。哎，那么生下来的是这个一称分量的是最胖的一个乖乖。那么以后呢，那么20岁呢，这个要是个女孩子就选成中国小姐啊。那么以后又再参加世界选美大会呢，就选成世界小姐。啊，那么儿子现在说都做，又是博士，又是部长，又是那么太多太多，越想越好，越想越好。那么释迦佛说，这棵树就是繁荣的，本来没有这么繁荣，众生的脑筋打的妄想，把它打的繁荣的，是说没达到目标，达到目标又能怎样？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在这棵繁荣的树，那么另外有枯萎的树，枯萎树啊，就是罗汉果的世间无常，诸行啊就是无常，念念的心行啊，那么十年的这个人生的过程，都是变化无穷，那么一生一世的，也是。无常，怎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个回头一找啊，算计为的是什么呢？以至于自己过后想，我怎么这么做呢？因为诸法是无我，众生还是想因为有我啊，你就做个利呀，做个钻呢，那自己要做呀，那么人家称赞呢，自己还感觉到很好啊。那么众生就是这样的，那么本来不没有繁荣，就想的太多了。那么罗汉就感觉到，那么没有意思，世间都是无常是基本的，心理无常，物质无常，连地球都无常，那么物常就苦啊，要永远那么还别。先生
那么活到108岁的时候还像20岁一样啊，那么相莲阁是个小伙子，那么小姐呢活到108岁的并不是老头老太婆两个人，不是，还是都像年轻那么一样，哪有那个事情，都是众生大的妄想，所以罗汉看着世界度心无常，那么也就苦啊，那么苦过去的转眼就过作空啊，那么就无我呀，那么这样子罗汉看世界要看清楚看开了，好了生多子，那么罗汉这棵树啊就枯萎，所以佛就在一个繁荣的树一个枯萎的树啊中间涅槃，那么安的这个现象界的事项啊显示那个宇宙人生的这个义理哲理啊，那么这是不那么也是一个是繁荣的啊，那么一个是枯萎的，一个是长的，把世间相看作长的，他不知道真如自性长，那么一棵树是枯萎的，他不知道世间这个人生啊，人人本具各个不无，都有这个现象皆无常，还本体这个心性是永常的啊，不知道这个那么佛就这么样示现的，那么在荣枯两棵树间讲入涅槃啊，那么最初啊佛说法度众生就度的额尔叫成如，这个也有标记，那么最后说法度的须跋陀罗啊，这个阿耨叫成如啊，就是金刚经里那个人如是这个杀人如现人的那个那个国王啊，这个那么就是他看忍辱仙人在那修行啊，那么他生他气，因为他的他的皇后妃子宾格宫女啊，那么看这个大王在那打猎打累了在那度孤休息着，那么他这个大家那么说那个大王在那休息，我们大家没有意思去走走看一看吗？走来走去看见个洞里头有个人在那修行，就是这个忍辱仙人。赶着等着大王起来啊，四家找这个这个宫妃嫔娥找不到啊，最后在洞边找到了，找到了他就嫉妒，他说你正没正果，他说我没正果，没正果这么些嫔妃宫娥围着你，那么你动不动心？那个意思你不存好心，那么他就说是我修忍辱，我忍的，以至于说能忍的心本无生，说是无生你能忍，那么你把胳膊牵起来，那么我砍一刀看看你能不能忍，他就牵起来一刀就给砍下去，那么完了左胳膊右胳膊左腿右腿都给砍去，那么砍去了之后啊，这个飞沙走石啊，就像那个水啊，温殿祥临终啊，星星的说话，那么当年在北平的那个路，我还跟他经过走过，我30几岁的时候，也是飞沙走石，大堤哈，那么有特殊的因缘，这时候在生死关头。就现这种特殊的现象，飞沙走石，那么这时候这个格里王啊，这个大王啊，就害怕了，害怕了就要忏悔，那么这时候忍辱仙人呢，就说是
这个我要心里要是嗔恨，就叫我随着身体怎么隔阶的身体就什么切断了，我就随着要死啊。我要身体如此哈，我心里不嗔恨，那么求十方诸佛加倍叫我恢复原状，马上恢复原状。那么同时，那么这个任准先生就发愿，我将来成佛那天，我先度你。那么就是恶鸦哲学如释迦牟尼佛初成佛就度他。那接着我想讲吧，你们那么累不累？狼兄天呗，那么想不想度孤？不想度孤，那么就接着讲下去。这个那么这是阿赖焦成如啊，是佛的亲自的过去生中冤亲平等是冤。不过这是佛呀，我们凡夫还不行，我们凡夫一定啊，大众一通修行，在这也会有一定的规矩，同学大家合起一团才能一同用功啊。那么这个不过表示哈，佛性啊，在冤亲的这种心理作用中，佛性还不变啊。那么接着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须跋陀罗呀，是佛的弟子，阿难尊者过去500世的父人的父亲，生生世世做父是他的父亲，他是须跋陀罗的儿子，那么有父子的缘，那么佛就说了，须跋陀罗我好度他了，阿难尊者就找阿难说，阿难呢你去，那么叫须跋陀罗来吧。他说哎，须跋陀罗是大外道，现在说话呢还比他是僧缘呢，呼僧缘，那么我们这些都和他们都没有关系。阿比他是现在说他是呼世之的儿子啊，那他著名的学者比他父亲学问还好啊，阿难尊者还是小孩子，才20几岁，所以说这个我不能度他，他是一个名学者，我小孩子没有身份，我就请他，他不能来。佛说不要紧，佛说你就去，你请他，不用我去啊，你去度他啊，你就说是释迦佛将入涅槃了，赶快有什么问题啊，那么在学术上你可以去请问请问，他能来。那么阿难尊者怕不能来，佛说不要紧，他是你500世的父亲，他呀还没断见识鹤，他见了你还很疼爱你，你一说请他来他就愿意来。那么去了果然一请须跋陀罗就来了。来了须跋陀罗并不老实啊，他守了5个鸟不叫佛知道。他一迈步进了佛殿的，后腿没有进。他最后他叫佛啊，对那个书姓是什么他也不认识，叫释迦牟尼佛，他要当书人都是教师家呀，那个意思你以为你是佛呀，你天上问我杜尊呐，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你知道我守了我这个鸟，你知道我是我，他继续我的呀，是马上就放。那么你知道我这一腿迈进了佛殿的，你知道我想再慢一步进佛殿呢，你是知道我腿要抽出去出佛殿，你说吧，我问你，你讲的不错了，我问你啊，释迦佛就说了，你守着我这个鸟啊，你想着我就继续我，你想放马上就放，你这个腿慢进一只腿，你想再慢的那只腿你就是进来的，你想那这个慢进这个腿你抽出去，你就算是出去了，完全在你。他一听得吧，那么就进来了，进来了没有几句话佛就把他渡了。
到了马上须发就自落，一直袈裟就披在身上，说我就这经过时间多少年呢，好多看了好多人都是过去生中的人，又是佛门弟子他家里信佛，有时候就是他一个信佛，一个人信佛，或是他母亲反对他，或是他父亲反对他种种。还有呢，他父亲也信佛，母亲也信佛，他受了菩萨戒了，他也信佛。那么就是过去生中信佛是这个法缘，而有殊缘，今生做父子做母子，今生投在他家里，这个因缘说是这个天台智的大师到南岳衡山去见这个慧师大师的时候那么从山下走到山上很累的，那么去拜见慧师大师，慧师大师一看，哦，这是天台智者那么马上就说，我们过去生中一同啊在灵鹫山听佛说法华经，我们素是有这种佛法的缘法缘，那么素缘所追，今天你来到我这都是过去生的缘，不过有佛缘有法有法缘佛缘啊，那么法缘的是有素缘，素是啊多生多世做夫妇，多生多世做父子做兄弟，也是做姐妹种种，这都是殊缘。可是多分呢，这个佛缘呢法缘就在殊缘中那么都信佛，所以兄弟两人一起信佛那么一直都能讲经说法，都过去生中的缘，跟着这是十八罗汉呢也是和佛也是这种因缘，种种不同，可是都是有缘，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确实不错，确实不错。那么这一段呢，就讲，像在现在就需要看这个科表，说一说这个大科呀，就是这个佛经的大纲。那么我过去和同学讲过，那么我和同学有什么缘呢？那么同学都很感到很有缘，很亲切，见了就欢喜。那么什么缘呢？说是过去有一位啊出家人想度众生，没有人愿意接受他度的。那么他请问一位老参师傅，老参师傅说是你要和众生解缘。那么说怎么解缘呢？你等冬天下大雪，满地是雪，鸟没有东西吃了，你家吃那个小米，就是粟米，黄黄的小粒你用大白粥加吃，你加吃完了，把这个雪地扫一扫，散在那，鸟没有吃的，他一看你散的米，他都过去吃，过去吃啊，你因为有大白粥的加持，这个鸟能脱却这个畜生身，能得人身。能得人身呢，20年后啊你就能度他。那么他一接受，那回去就照着这样。果然20年后再来请问佛法的都是那么过去这些鸟投生为人。那么说我和同学，我也没有加持过那个小米儿，我也没有下大雪说我杀，那我说和大家有什么缘？那时候平东寺院那个霍去东老师，我说我和你们都有什么缘？我没有杀过小米儿。以后想起来了，可能啊，我放蒙山已经49年了，20年前呢，你们是老太爷子。俺们或者是还有女众，还有老太婆儿孙满堂，老人家要走了，最后要咽这口气的那么以后这一期一段孤魂渺渺荡荡的
那么那个没有偷生，没有偷生八斗药啊，这天晚上就看见啊，像周宪文同学一样啊，看见那么有人那么在那放猛山要布施，我放猛山，那么我灌上饺子啦、锅烙啦、啊蒸饺啊、那个炒面呐、灌上好多炼豆浆啊，我都灌上。那么这老人家呀，孤魂渺渺啊，飘飘荡荡的，一看现做饭菜了，豆浆，喝一碗，哎呦，有饺子了，哎呦，又吃点饺子，哎，炒面，那么吃完了，这心里心满意足，很不错，啊，以后才偷生的，啊，偷生的，那么我就在这地方呗。那么办斋戒会，我学校一通知，大家接着通知单子才来的。你们一那郎北下，这些姻缘都是安宁，都是一切姻缘。不过哈，有那很亲切的缘，亲切缘有时候假，有一点逆缘，有时那个顺缘有时候夹杂逆缘。逆缘里头也有夹杂顺缘啊，这个所以这个家庭啊，这一家人啊，顺利都有，长长的、久久的啊，平安，都是因缘所生法。那么这一生一世过去了，恶说即是空。那么你说是空，还有过去生中皆为父子兄弟啊，种种。那么一名为假名，父母兄弟假名。啊，那么在这头要认清楚了，不被疏缘所转，那么虽缘尽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疏地啊。那么知道因缘性空，那么不动，这就是真谛啊。那么这就是佛法讲的因缘所生法，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最初的序分呢，先讲释迦牟尼佛，再讲恶药招尘儒，那么讲须跋陀罗，那么就牵带着阿难尊者，这是人物。空间是说了上述，时间是事实中也，就在这个空间时间这些人物中间，那么佛要说法，这是序分。那么正中分呢，那么就是汝等比丘，比丘尼，优波斯，优婆夷，啊，那么欲我灭后，应当尊重真见这个菩提提目，他就是尊重根本戒，啊，那么这里还有方便戒，啊，还有方便戒中还有对待这个对这个凡夫制的戒，对外道制的戒，啊。那么这个凡夫界、外道界，那么这些根本界都是28页到33页。那么八关斋戒呀，就是四个是根本界，不杀生、不偷盗，或者不邪淫、不淫欲，那么再就是不妄语，这是根本界，那么杀人决定是不对的，那么再要想着绑票，完了把它撕票啊，完了还信佛，回了点香，那么常住十方佛，完了十方法、十方僧，完了又这开始又上班的，又打坐，又要念佛，想求一心不乱，哪有那什么事情？不可能的。偷盗也是，到银行偷盗，抢也是盗啊，那么抢来了，抢来了，邮局抢来了，抢回来，那么就开始参加打佛一，佛一不够，不能一心佛三、佛五、佛七，想得一心不乱，那么以后又有警察信佛也来参加，那么就坐在警察旁边，俩人都念佛求一心不乱。也不行，所以这是根本戒，方便戒呢，
那么喝酒不算不对，可是 喝醉的什么事情都做。社会上的新闻啊，好多些的杀人放火的事情哈，都是因为喝酒喝迷糊的，车祸也是。那么或者是可怜呐、啊，可怜，不要喝酒呢，那么不带香吗？香花漫步香涂身，那么破身戒，那么你要说是我们自己不了解，你说比如说许云老和尚、印光大师，或是广钦老和尚，说是三位老人走的，说你抹那个脸那个油是什么雪花膏啊、克林姆啊，说我这是真正法国巴黎货啊，这是我们这是日本资生堂的。印光大师说印光大师的雪花膏好，那么广钦老和尚说广钦老和尚的什么香水好，那不可能没有意思。那么这个身降要破，不往上化妆，无忧大苦再有五身再化上什么。那么歌舞唱集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那么自己就唱起来的，跳起来的，或者有去看的，有去听的，没有意思。那么这些事情，香花漫、香烛生、歌舞唱集种种啊，都是没有那么繁荣的树，人生就把看的就太热闹了。过年龙灯、狮子踩高跷、跑旱船呐、那么排酒啊、麻将啊，种种没有，本来天下本位不必这样子，众生就把它看热闹了，以至于早一点那么订票回家过年。这是不做我高广大川，这些哈都是避免。过去在中立啊，是桃园发生一个误头的那个杀人案件。那么这两个一男一女到那个旅馆去这个住，那么等着一两钟头后，这个女子就出来了，说那个先生不要叫他，他好睡哈，等一下我就回来。等着他也不回来，再等不回来，就是不那旅馆的下女钥匙把房间一开呀、看见他先生还在那种躺的两个脚伸的。这没好好的，怎么还不起来睡这么久了呢？那么被一拖一看，没有头，头被这个女子给大门市给的那个什么迷糊药啊吃了，把她头跟着切断，包着拿出去。那么我就想，这位先生啊，这个旅馆住的一定是高广大床。不是单人床啊，就是，那么不非事实。要是这些，有是这些哈、根本把恶的因缘都关门，外面有豺狼啊，有强盗啊，那么还有种种的啊，我们门一关上，恶缘它进不来。那么虽是个八关斋戒呀，斋是清净的意思，关就关闭这些恶缘。那么这个偷杀盗淫妄，这是根本戒，从下面那么都是方便戒，方便戒和护持根本戒的。那么那个还很多，比如说我们出家人不给人家做媒。那么你们说不会真的做个月下老人不好吗？你要做媒啊，一定到男方男子这方面讲，哎，这个女孩子怎么怎么的贤惠，那么相貌怎么好，性格怎么温柔。那么到女这方面说的，这个男孩子是怎么怎么好啊，这跟他说这些话，那么不要这样讲啊。那么以至于再就是这个淫欲界所等留下来的就是不能第一就是不要犯手淫啊，
第二，不要向女子要求什么话。第三，不能和女子挑起什么话。那么第四，不能特意的去守楚洞。那么说或这个五经中的这个礼记啊，都相同，男女授受不亲呢，都是相通的意思啊。那么第五就是不给人做媒，做媒给人解世间生死的缘。那么这都是方便戒，这是我们释迦本师给我们说的。那么这些就是如等比丘啊，并不是完全是比丘，就包括比丘尼又不是又不一，四众弟子都包含在里头。那么这才是平等的慈悲。但是说佛说一教经，佛的一嘱，嘱咐比丘不嘱咐，那么比丘尼又不是又不一，那就佛就那种说法不圆满了，不周到了。那么所以是这个注解上，那么就是说一定是比丘为四众之首，先那么说呼比丘日等月灭后当尊重真正菩萨的摩擦，决定不能说是那么比丘你就随便了，那么又不是又比一就不像比丘一样了，都是比丘为四众之首，佛也呼人。也就是还比加上这个老人家呀，临终的时候啊，就叫他叫老大，说你们呐怎么怎么的，你怎么样，都包括兄弟姐妹四个人都包括在内，不能说但叫和大哥，而不准不父亲不管小弟，都一样的尊重，那么一样要尊重菩萨听察。意思啊，那么接着呢，说了上述间意思说了，说了上述间在空间是中间，那么世事中业在时间也是中间啊，那么一天的最后接着，那么就是这一天的最初。那么最后生灭寂灭，寂灭现前，还在那无声的时候，佛说法。那么心在那不生不灭的时候，那么就是本体，以本体而起用，度化众生。那么空间时间呢，都是中道第一地的意思。那么说这是寂然无声，就是这个心性啊，本觉离体啊，是那么不可说的，也不可议的，那么不可思的，离这个言语相、名字相、心缘相寂然无声的时候，是归到本体，那么这时候一体即用，为之弟子略说发要。那么再看这个这个科，那么也就是易教经大科分三，以一续分又分四，丙一丙二丙三丙四，以二正宗分又分四，丙一是讲的入门基础，要尊重戒律，丙二是修道纲要要紧是度摄六根，说是我那时候出出家去参访，请问老禅师傅怎么修行呢？他就说要紧是六个闷头要摄受好了，六根闷头要度摄六根了，那么九九六根闷头放光动地，六根都是六神通，眼根变成天眼通，那么身根是身足通，意根就有他心通，宿命通，
那么六根都设好了，九九就是没有这六通啊，也叫比聪明的多，安定的多，理智的多啊。但是同学要想着，那么修文好啊，一定要修慧，要修慧得要修定，修定得要多设六根，静念相继，久久人就增加理智聪明，那么记忆力也坚强。选章三藏哈，那么看什么过目不忘。选章三藏的大弟子慧基大师是看两遍决定就能记住，以至于晋朝的这个道安大师，他师父给他还不金刚经，第二天他就教给他，他师父呢，他师父说这个小孩调皮呀，还没看好就教我，他说我都会背了。他师父就惊一下，那么再拿个法华经大部头就再给他拿看，那么几天都会。他师父说这是再来人，这根基很高啊。那么我们观察人呢，那么也需要这么观察啊。那么修道基本是先说是六根呢而分起来，那个意思先那么要设置这个无根，然后再治心。这修道纲要就在六根门头要紧。那么要下手呢，丙三下手呢，下手第一要挑摄生活。那么饮食要不多不少的。所以那么六度万方七行，这天忽然间一开口，脑子生了气的开口，一开口就三字经啊，这完了以后可能金牌色金牌色了啊，这修行多少天啊，那么多少年了，那么开口骂人家妈啊，那么这一定是那么多好几天呢，这个心情啊那个波动的听不下，那么要说借这个称为幸福第一。第二骄慢，那么总是觉得自己好或是我们这好。第三呢就要勾心斗角掺取，那么佛说是那么用三人三慈对峙称为，用谦虚惭愧对之骄慢，用诚实正直直朴而对之这个残取勾心斗角，那么这样都对之好了，这是再进一步秉持才能进修了。这是第一要少欲那么说是为一双皮鞋过年，那么这就台北街呀、跑来跑去啊，挑来挑去的，结果呢鞋是不错，钱又不够，那么爸爸给了一些，他就和妈妈要，那么回去还想着拜佛打坐，第一说少欲，第二就是知足，没有的我们不想着向外要，看人家怎么样，我不去看。少欲，有的我看叫做知足，至于那么愧闹繁华那么地方，我要远离，那么所以是祖师说呀，生在都市半道，那么诸佛都忧愁，那么生在山中睡觉，诸佛都欢喜。那个意思在山间睡觉啊，这个那么这个梦也是个清净梦，在都市要是半道啊，怕的那么万丈红尘中沾染红尘，所以说远离这个愧恼，和是不相依的地方远离。既然又少欲又知足又远离了。那么做什么？要精进的用功，用功啊！用功的要点呢？你修哪一宗，都哪一宗都有哪一宗的
正念哪一种的道念，要紧就不要忘这个道念，念字在是不忘不间断，那么觉着心就定了，就是禅定，有了禅定的就有智慧了，有了智慧了就离四句绝百非，到那个心境啊，那个最高峰。完了，佛经都有流通分，现在流通到十方，未来流通到近未来际呀、啊。那么这时候就有阿耨罗陀呀，有天眼通，有六通的，他能站出来看看大家的心，他有他心通，看怎样。那么他佛说你们有疑惑有什么赶快问，我要入涅槃了哦。那么佛呀和弟子啊罗汉呢、啊、也是菩萨，一直也是佛来祝福来度化众生，说这个阿耨罗陀呀那就站起来了，有他有他有天眼通，有他心通，那么他一看大家那心里头说大家都没有疑惑，那么这样的最后佛在最后说几句结束的话，大家就不再疑惑了，那么佛就嘱咐到最后了哈，那么103页，96页到103页。这段文呢、啊、我们常常要背下来，要是说是还被广钦老和尚圆寂，广钦老和尚圆寂我去看他老人家，说他人家还在那走一走啊，不来亦不去，不来亦不去，龙树菩萨在中论说最初说的啊，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不异，第四句就是不来亦不去，在不来也不去的中间，他老人家来了就要去，去了将来还要再来啊。那么阿耨罗陀在说劝大家啊，那么告一直看大家的内心，决定对佛的话决定没有疑惑心的，决定深信到底，就对佛说。那么世尊呢，这些98页第一行啊，说世尊这些大众啊心里都坚固的信心，坚固的菩提心的、啊、那么这时候佛就以大悲心再为最后的几句话，义教经中的最后的几句义教，说是汝等比丘，比丘尼，又不色又不疑，勿患悲恼啊啊，若而诸佛一劫会以当灭，慧而不离终不可得，自利利他法界具足，若我久住更无所益，应可度者若天上人间皆悉一度，其未度者即已做了得度的因缘啊，他只要是今生向佛那么合合掌，一直拜了一拜，来生接着还要信，他是为世种种的心理，这做了得度的因缘的。至今以后我诸弟子辗转心，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也，如来的肉身视线和我们一样，有生就有灭，有生就是死，而如来法身不灭，那么如来的法传给弟子，弟子接受的也是如来法身不灭，弟子的法身的显现就是如来的法身显现，那么这样的如来法身 也是不灭的。接着101页呢，说是事故当知世界无常啊，会必有离，有会就有离啊，过年回家呀，欢欢喜喜的那么团圆啊，那么一几天
就年就过了啊，年就过了又要离别，离别免不了心里头有一点感触啊，悲伤啊，那么会必有离，无怀有恼，世间就是如是，世相如是。当清净尽，早求解脱呀！以智慧明灭诸痴暗啊，世事未摧勿煎恼者呀！啊，那么世间，我就想那个董浩云，那么世界的是著名的穿越大王，那么就是因为几句话，在香港和英国的海关的这个英国人的官员顶冲，那么那闹一些事，这一生的事业都完了。那么再就是麦克阿瑟，老元帅，联军的司令，那么也是，那么以至于历代的皇帝，明朝十三陵啊，都变成陵了。那么世间是实在是微脆啊，没有煎熬的啊。我今得灭你，还如此恶病，这个话就反说了。好啊，生死即灭的，即灭现前。那么说是我这个生死就是我的最厉害的病啊。那么此是应舍身，我这个四大脚的身体是应舍的身体。是以什么世间的万恶都是由身体造的，是罪恶之物。假名啊，连中国字写这么个身，像一个腿站着，一个腿那么撇子啊，那么象形的文字啊，连英文就不是中国文的啊，日文也不是的，那德文法文也又变了，那名字就叫做身呢、啊，假名为身呢、啊。连名字都是假名，何况那个实在身体呢？那么过去之后，都变成那么骨灰了。莫在老病生死大海，何有智者将春灭子而不欢喜？在生死大海中，我们这个飘荡的这个假身呢、我们要是能。这个假身接受了，那么完了能往生西方吗？这不是杀怨贼而不欢喜吗？那么接着103页，汝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那么还有诸位同学，那么常当一心勤求出道啊，出离三界六道的，才好啊，那么求个人有个人的法门的方法呀。一切世间呢，动不动法啊，那么说是欲界，那么以下，那么地狱、恶鬼、畜生，那么恶修罗、人，那么这个以至于天在欲界天以下，连我们人生算上，这个五道都是动法。那么天上呢，到了四禅天和是四空天，这修的不动法，那个不知的真如自性啊，修的真如这个不动法啊，都不究竟。那么依这个真如自性修，还感觉身体舒服，心里欢喜，那么这是个修行的过程，赶快身上的这个舒服，心里的欢喜也不要它。这才能彻底，才能亲见本来的面目，了生脱死。那么四空天呢？它再能空啊？那么意思一切皆空，一切空不对，一切都是事，一切事也不对，根本空也无所有，事也无所有啊。那么都不想，非想也非想也不要，都非想。还不能了生死，那么根本原因在哪呢？就是他不知道有真如自性，他不能说是照着这一念物生，所以龙树菩萨开口就是不生亦不灭。那么说是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啊。那么这是六位前，那么两位前就是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
入悟生，要证得悟得到这个悟生的，白刃临头也了心头是不怕。那么生死关口他心中悟生的，那么也就不怕啊。那么说是那个做那个什么的那个南北朝那位大师，是就罗什三藏的大弟子啊。那么这个他就临终就说，白刃临头入斩春风，四大假和五阴五，白刃临头入斩春风。那么他怎么就能斩春风呢？他因为他能证得悟生的，他不怕。那么再说过去风云响啊，那么各处破坏那个佛法呀，那么把这佛像都拉倒啊，那么佛庙改成学校，那么出家人都赶出去，一直也杀，那么杀了一位出家人冒白喜，那么大家知道那个正德那个破了剑客又破了私货。罗汉的程度，破了我知啊，血是白的。那么这个要是照到悟生的时候，这是那么真正的定，不是四空天四禅三禅的那个不动法，它那个不究竟，所以不叫它定，而叫它不动。那么这样子啊，那么六道的众生呢，欲界天一下，那么都是动法，都是生灭法，一天呢忙到晚啊。那么这个四禅中千三禅就是不动法，不动法心中还有微细的动，但那四空天就是真正不动法。这么大不了生死，他没有照得真如自性，那么这个动不动法，那么都是败坏不安的相。那么佛说，汝等切止，无得复语，是将于过何于年度，是我最后就是教诲。那么这到这一教经文到这，那么这些标解诸位看看呢，佛学有点基础啊，在听老师讲讲佛法打基础，回去自己都能看得通。那么再就是什么时候看最好，不开夜车，早课定点课，在学校就是半个钟头也好，拜佛打坐，然后啊，那么考试完以后 啊那么我们这样用功，再打开佛经一看，都能看得通。早饭晚吃，早饭一吃啊，人的脑筋就这个糊涂，完了身体就感觉懈怠沉重。那么早饭之前早课之后脑筋最好的时候，你们看一看，那比这个晚间还要好。不过我们一般的习惯现在都是晚上看，那这样早上看还好。那么大概还有十几分钟，一刻钟，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你们宣长感觉呢？我们讲没讲到周到？还哪地方应当再讲一讲呢？还没讲那个对治这个自己的过错的心呢，就是五十一页。这个烦恼毒蛇呀，五十一页中间那一两行，烦恼毒蛇睡在我们众生心里头，譬如是百步蛇，你说黑猿呢，那么这根本就是百步蛇与三阶啊。那么我最初在那个大感山上看见那个早晨起的天不亮啊，我拿着手电筒要
那时候厕所都在外面，我到外面去，我从那个水泥台上一迈步往下看，下面一个蛇弯弯曲曲的往这么来呀，还就朝着我来呢，啊！我看这糟糕，往后前腿抽不回来的，我后腿啊就用力量那么往前蹬一下，把这个白捕蛇超越过去，玉山街超越过去，嗯，完了，这个天亮以后啊。那么山下有来跳柴郎，来砍柴的人，我就对他说：“我看着什么蛇呢？这什么款的爪？”他说：“什么样？”我说：“一股节白，一股节黑。”啊，那么这个是跳柴郎，他说他蛇的一身。我说怎么的？那了不得啊，白雨伞街啊。我百步蛇都是踩一脚，你叫它咬一口，不到一百步就死掉，都那么厉害，啊！那么这我们心里的贪嗔痴这个毒蛇，就是根本三烦恼啊，就睡在我们心里头，就像那个百步蛇、玉伞金在我们心里头，它一动，就在我们心里动，一定啊用吃戒的狗找病除之。这个我们说请问慈尊老法师，我们怎么样挑心呢？那么这个贪嗔痴哦，慈尊老法师说呀，这个惭愧这两法呀，两种心理作用啊，那么太好太好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蛇有毒啊，而蒜头蛇更毒啊，我们用惭愧这两个头的钩子，两个钩子的这么的钩子，你伸进了那个心的那个洞里头，把那个蒜头毒蛇呀，从头给它给它弯出来，给它拖出来，那么刹那一动，那么蛇就在我们心中动，那么不让它出来就好，不让它动才好。这一点，那么再就是54页，这个对治嗔恚心，修养性格第三，修养这个这个最初，汝等比丘，要有人来接解之节，当自摄心，勿量嗔恨，一旦护口，勿出恶言，护心还要护口。那么这是紧要关头，你要是放纵他杀人，都能放火都能做出来。这是要激励不行，抓住摄心，也当把口护住，不要破口大骂。那么要是放纵自己这个嗔恚心，要从微心这次放大，那么所修的功德都是失去的。那么多少年的辛苦所修的，在念之间完都败坏。所以这个人这个德呀，人之未德呀，持戒苦恒都赶不上。那么能行仁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入饮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持戒也是德，有戒德，苦恒有偷脱的德，而仁德要超过这个戒德，可是个偷脱的德。那么能行修行这个仁的，才是有力大人。世间人都是把对方啊，那么打倒了，骑在他身上，那么再给他两拳，这才把他那么这才心里才痛快，这才是有力大人。佛说不是，佛说能忍的才是有力大人。要是忍到什么程度呢，才能算是
最高最上呢？嗯，那么最第一呢？若其不能欢笑忍受恶骂之毒，骂的再那么难听，啊、嗯，那么我们听着感觉的是喝甘露水，嗯，要不能这样的，不算是入了中道第一地的智慧人，因为什么？恶骂是生尘，嗯，恶骂生尘呢、啊？我们一直恶骂这个生尘。那么我们心里就起嗔恨啊、就骂他，骂他这就他就打我们，我们再打他，那么我们再拿刀过去就杀了他了，那么就我们就是中了毒了啊。那么他再怎么恶骂我们忍受着，忍受着心到无伤的时候，不生不灭的还忍受，用这个恶骂之毒都变成我们忍辱波罗蜜了，都是我们的功德了、啊、那么如此呢，我们忍受恶骂之毒，那么要是忍到无伤，那么恶骂我们这忍了之后都是那么六波罗蜜、啊、那么就像观音菩萨甘露水一样，能润着我们的这个空虚的心，那么缺少佛法的心能润泽、啊、那么要人道那么无生了、啊、那么这才叫真正入了中道第一地的智慧人。那么这一段在这个忍辱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一段。那么这个表解上这个关键都有。那么三忍呢，就是五十八页，嗯，生忍就是他是小孩子，嗯，那么或者他是老人家，嗯，或者说他那么就像 我弟弟一样，我哥哥一样，嗯，那父母一样，和父母的年龄差不多，那么这么人呢？这是叫生人，看对方是个众生，嗯，或者他很可怜呢，他有病啊，他是一时的烦恼啊，我们忍他了，这叫生人。再就是无生法忍，知道这个心呢、啊，本质不生，无生而生啊，也就环境而生，有所缘缘，那把这个嗔心的因缘又引起来，那么在种种的，那么就增上缘，嗯，那么这时候，那么过去就不对，现在想起来也烦恼，那么就是等我见缘，那么这时候就起了嗔心了，众缘所生，嗯，我们要知道哈，心本无生，因境才有，那么这样的，那么我当时就是忍不住，我要体会。佛说是有无生法忍，我虽然忍不住啊，那么我这个确实是佛这个因缘所生法，那么本质无生的，我要得勉强忍下去，那么这就是无生法忍。嗯，那么中间法忍就可以不讲，但有一个生忍，有一个无生法忍，这两种忍好好学就蛮够用。生缘痴无缘痴也是这个意思、他这个众生都是很可怜，像父母兄弟一样，那这是生缘痴。无缘痴呢，我普愿，那么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那么过去的因缘现在因未来因缘，那么众生都是在那个苦恼中，都没有真正的幸福快乐，我无缘而缘与他与乐，把他的苦，那么这叫无缘大慈，这对之称为心者好。那么这种理呀、啊，我们常常看久久才能体会啊。那么这一说是这个五十九页，就是第五行，偶益大师的憨家基僧就说：世出世间的事啊，无不称
称欲次忍拜奋造，所以一念嗔恨嗔心起，百万障障门开。那么世间事，你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前途，毕业后的前途种种啊。那么这世间事，那么佛法是将来修行道业更要紧的了生脱死啊，是出现的事，都是成功在慈悲忍耐上，那么失在在失败在奋造上，一时急躁，一时愤怒，那么把事情弄错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时候把心观呢、啊，那么把握住，那么就是《论语》中“小不忍则大谋”，乱大谋呀，那么就是这是这位那个葛延弼这位学者很修养的人，他说他一生啊没受什么大亏，小亏受，他有个好办法就能早转弯。还有是古人有言呢，终身养禄，那么不失尺寸，一点没有让给人家，还是自己占便宜。那么一直也不说是占便宜，我就为佛法，我就应当如此做呀。那么这是这个关于对之称为啊忍耐的那个方法。那么谦虚对贡高，你那么这个佛法中但有我空，有忍耐怎么的哈？那么那个63页对治骄慢怎么好呢？就是易经里头，易经呢有人呢要是那么算命打卦呀，要是那么自己那个这个签子抽这个签儿是个签子一卦呀，就吉祥。那么里头就注说，天道亏盈而益钱，地道变盈而流钱，鬼神害盈而敷钱，人道恶盈而耗钱。又说谦谦君子卑一字目满招损谦受益。大家就到这儿。你们最初看呢，就是看那个课表，看课表在要愿意看哪一段，那么现在我的环境是在哪一段我需要用，那么就看它底下注解是多少页，我们就找着页再翻着看。那么有时间当然全体都看一看好啊，不然找这科，那么那页子看都好。我这么讲大家听得都听不懂，不懂听得懂吗？听得懂的同学举手。还有不举手的举手的多了。那么这里头就讲的有八关斋戒，那个谁啊，那个总学院长说叫我讲的八关斋戒嘛，头儿讲的这就得八关斋戒。那么八关斋戒太好太好。那么我们就是过午不吃啊，你像广清长和尚不吃人间烟火是人家怎么的忍耐，我们就是晚饭不吃，我们又怕什么？不怕的。再是佛说是过午不食是正常的，吃晚上是不正常。过午不食胃肠啊都得休息。那么与我们身体也好啊，与修行有什么大利益？那么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一直是修行，多修些善法呀、善事啊，自然运气渐渐能转变。还比有人说面呐、发乌黑，或者是那面上哪里起这个败相、不好的相，那么有的时候无德高僧就劝他你怎么修，以后他就转过来了，就好了。那么佛门但讲的改恶向善，有四正勤，不要但求那么侥幸，那么沾个相即修。不过久了哈，那个你按照菩萨道有时候也可以。有人这个三十多年间就对我说，所以说法师以后度化众生啊，要知道众生好，知道众生你得看众生的相、面相、相或他的那个命要看，那么有时候也是需要的。不过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好比我到台中火车站前摆个台零钱儿，那么怎么抽算命一算，大吉大利，明年一定大探金，不能这样的站去站上进去。可是看着你也知道，你不能说是门口那个小偷来了，请进来，往上坐，也不能那么不能恭恭，不为名利，那都是好的。那么不过要紧的是四正勤，恶的生了，那么那就叫做不再不生的，那么要没起的叫做再不起的，恶的生了叫做断，那么善的没生叫做生，善的那个生了叫做再增长再往前，这样的命运自然就改变。那么这样不用转向，一直相也跟着这个心就转。那么可是呢，我们的那个不必很去研究，可是这个通常的常识啊，你孔夫孟子还叫人看人的眸子，看人眼珠子眼神，那么也看着有时候看相也能了解对方，不那么下功夫去怎么去研究，再次不那么去就为的是赚钱。对，还有什么问题？那么同学现在都没有问题的，没有一位同学是有问题的同学，那么就下课。那么多少再看看这个易教经的科，这个研究经典先念的科，那么前后的主旨大科小科，那么易教经的科也是先讲解释题目，那么其次那么就那么解释翻译经典的翻译的人或那个弥陀经一样，那么也有分三份，那么释迦牟尼佛初成正解度恶者叫成儒，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这都是易教经的人物。那么与娑罗双树间将入涅槃，那个是两棵树，也就是代表凡夫和这个罗汉，凡夫招有，罗汉招空，
罗汉感的世间无常苦空，所以那个树啊就枯萎了。凡夫呢，那么说冬天吃狗肉，夏天吃鸡鸭冰，那么这个鞋呢，那么有高跟的，有矮跟的，有尖头的，有圆头的，那么有黑皮的，有黄皮的，那么种种的，那么这说是那个菲律宾那个马克士的夫人那个伊美大呀，有1000000双皮鞋，那就这么两个臭脚啊，那我穿那个东西啊，穿那个鞋呀，它有1000000，那就是无中生有啊，那么这个树就显得繁茂了，繁茂都是并不是好的，这个繁茂，所以娑罗上树啊，就凡夫招有，罗汉招空，佛在中间，代表是中道。那么还有，那么罗汉招空啊，那么菩萨罗汉显得五浊恶世真苦啊，菩萨说真好，观音菩萨说好救人，观音看不恐，观音菩萨也现出32应救度众生。罗汉说：“哎呀，这个五浊恶，这个儿子杀父亲的，杀母亲的，那么那种种那个社会的那种黑暗相啊，罗汉呢，走，我们到山里头住洞去修行去，那么这个罗汉说这个树是枯的，而菩萨正好行菩萨道，那么菩萨也不是不但是32应。”菩萨也讲的自修啊，也并是不自修。菩萨一自修啊，就观想那个境界后，那么清净、光明、庄严、广大，那么所以菩萨这个树就繁荣，那么这样的佛在中界也显示，佛又能自修，能有弘法，又能立身。佛又不招凡夫这个虚妄的有，也不招这个罗汉的枯寂的空，那么都是中道，这是空见的意思。接着世事中业既完无生，为诸众弟子料所发愿，那么中世间也讲的中道，空见也是中道，世间也是中道，那么世事中业既完无生，为诸弟子料所发愿，在那个极境到极处了，也就是说是耳根圆通章说是那么有最初有背称和解反闻自性，那么闻中是有能闻所闻，那么能闻所闻闻到极处了，没有能闻所闻了，有感觉我没有能闻所闻了，一感觉我没有能闻所闻了，就有个觉，就有能觉所觉，这个能觉所觉也不对，也是妄想，也不要，等着能觉所觉都空了，又留个我能空，一有能空就有所空，等到能空所空都没有了，这时候真正的即不生不灭的空性现前，那么在那个不生不灭的空性现前就是中业了，这一白天都是生灭，那么下半天又是生灭，就在中月12点的时候，那个不生不灭中，那么佛给那个罗汉说法，给弟子说法，给菩萨说法，事实中的纪文说为诸弟子料说法要，那么因为最后要圆寂了，涅槃了，所以就那么赶快说一说，那么这个就看就是很扼要很要，汝等比丘你又不是又不依，欲我念后当尊重真经菩萨提目擦，相断的尊重戒，过去有这种事情，说是切欲啊，那么1250人聚啊，1250众，那么我们居士也算是众，
那么要说，那么到寺里修行拜佛打坐吧，或者过午不食吧，早晨那么老早起来吧，念楞严咒吧，那我们不是我们居士的份，是你们的份，那么要是争这个味儿呢，就又争，我也是千二百五十，我也是大众之一，那么佛法不讲这个，我们就是安分守己呀，我们是居士，就现出个模范的居士，我们是出家众，就是现个清净无碍的，那么出家众才好，那么佛先说是，那么尊重真经菩萨的牧场，入暗于明，平人得宝，就这样，那么所以是那个建岳老人当年从云南呢千山万水走的南京宝华山去受戒，那么也就尊重戒的意思。那么戒中啊，怕我们翻过戒，我那时候走到国外啊，有人说是你到缅甸呢，要买的缅甸玉石啊，坐飞机票钱都能赚回来。那么这是翻佛戒。外道的戒呢，一个什么主啊，我是你的小孩子。那么那我就感觉那种翻译经典，那种被那个外国语翻译成中国语也是行不通。基督教天主教那是拿钱办个学校，我们读两天也可以。要是叫我们劝信都不够信的，他比我们的那个论语啊，那么孟子他都比不上，还能比佛法？那么外道我们不信他们的。那么接着呢，那么就佛就指点，我那个参访也是有老禅师傅对说，我请问他，他说修行就在六根门头啊，放光动地，你六根能制服住就好修行。那么佛这地方就分，那么前五根，那么最后第六一根就是心。那么前五根呢，那么我们可以好好守着，那么就像牛一样，牛啊，要是守不好，它把我们田呢，能耕田呢，它也能把我们那个田踩坏了。马更厉害，马能把我们人呢骑在马上，它不给我们摔下来，能摔死。这个五根呢，修好了都是有神通，修不好啊，那么我们就被五根牵着，就是那个牵着牛鼻子走，我们就被它所牵。那么所以比方到那个土匪呀、强盗啊，那更厉害。完了最后，那么佛说要紧五根以心为主，那么这个心呢，也贪心一动，我们就观想那个白布蛇呀，是雨山街呀，是牛嘎灰呀，我说的不标准呢。后来更笑，就是那个牛嘎灰是不是牛角灰啊？牛角花啊？那么都是很毒那个毒蛇，看看都烦的那个样子啊。那么这个贪嗔之心在我们心里一动啊，我们就观想，哎呦，我心里的你那个白布蛇，你在我心里动啊。那么说是两个头的毒蛇，我就用惭愧的心，惭之愧他的这个钩子，我把那这个心中的毒蛇勾出来。那么接着说先上毒蛇，那么还像那个象，一直像猴子，一马心猿，我就不听你一套。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哎，点点不听他这个，那么就譬喻这个心呢、一直像大火烧起来的，我疯狂了，我呢要早点把它控制住。这个修道纲要啊，就在六根门头，那么前五根所以一心为主，合起就是六根，这是修道的纲要。
每天我们照顾六根。那么最初下手呢，要挑设生活，说是高中生啊，礼拜六啊，大家聚会几个同学，那么今天吃饭到饭馆的，那怎么有的兴趣呢？那么虽吃的多啊，那么我们就请他的客；虽吃的少，那么我们就出钱。那么这个小伙子还18岁、19岁，这就吃啊，最多的是吃18碗阳春面，吃完了回家就落菜。那么这个饮食最初要先调好，完了就睡眠也要调好，那么不要太多睡，那么要渐渐的定功来了有了，或者现在渐渐心的静了，那么睡眠就减少。那么很忙很累，要想睡眠减少，不可能。那么就是最初练习这我们心呢，生灭心叫做轻微，不要它叫激动，那么睡眠渐渐就可以减少。再是我们在寺院里住啊，就是早晨要早起的，不叫我们睡的饱饱的，昨天晚上12点睡，今天早上那么12点起的，不这样，就是这不要多，主持给我们定的规矩，不叫我们一觉睡到咱们大天亮，那么就叫什么睡着觉叫它分开，这比好，这样是有修行，那么再是能练习打坐呀，代替睡眠也都是好的。还有睡不着我们怎么调都有个方法，它有个法宝，睡不着我就吃大悲咒，睡不着我去拜佛，拜那个你应该睡时不睡不着，一打佛机那么就度孤一个老居士就问我师父啊，我这一个佛期啊，就这么最初就打瞌睡，圆满的今天还要打瞌睡，怎么好呢我们就利用这凡夫的弱点，这个心理啊，这就是那么这个毛病，我睡不着我就拜佛吃大悲打坐，念一会儿就能睡。不过那时候能顶着那个睡不着的心再去拜佛念佛呀，就比难。那么练习能顶着那个劲儿去拜佛去吃大悲咒最好。那么挑这个睡眠，所以参访啊，最初参访拉屎撒尿吃饭睡觉。那么这四种要是能挑好了，那是学问的很不容易啊，有时候想睡不能睡，不睡他就要睡。那么吃的或者多吃的或者是少。那么这要挑好了，饮食睡眠第一的生活。第二就要修养性格。那么人呢又人，人呢又人，这一天忽然间拍着桌子跳高了，吵起来了。那么所以一定先那么要修三人三慈啊，转这个称为。那么接着就是骄慢，处处都觉得自己好。那么怎么对着呢？说是叫谦虚，我不够，我不能。弘一大师说是，那么一天不知何消说，我这个人一文钱也不知，又怎么讲？不必讲的太差了。一事不成，人已老，所以弘一大师自己称二一老人。印光大师就称常惭愧身，常常惭愧自己不够。那么这样子才能渐渐达到那个了生多死啊，破恶执啊，破法执啊。要是自己因为自己太好了，那么那个恶执就是太强烈了嘛。先用谦虚，再用惭愧对峙，再进一步体会，那么这个见识二合是因缘性空的，空出这个教门。第三呢，就是要知行是道场，不要参取用手腕。那么我就那时候体验，我就感觉到哈，
我们出家人呢，以至于佛门弟子啊，不用技巧，一用技巧都是自私恶知，分担生死苦。那么我们要是行不到用方便善巧，那么是自利利他，为佛法为众生的，而不是恶知的。所以那么微末经论讲的知行是道场，不讲参取心不取。那么要转过来，我们众生这个恶知难破呀。所以有人说是你这个脾气不好啊，我怎么不好，我这个一向这个脾气都说我好啊。又说是你老人家最谦虚，这个我承认，我在我们这一班同学是就是我最谦虚。我们众生啊，恶知就这么迷呀。完了，性格修养好了，生活调养好了，正式修行，也不是先挑饮食睡眠，也不是先修养性格。那么这个挑色生活修养圣格就在挑色生活中，那么修养性格呢，同时就那么 就进修少欲知足远离精进不妄念禅定智慧毕竟啊，那么同时就都有这些。那么要想修行一定要少欲，又想着那么这个那个，有钱多少我要就随缘，我不过也想在佛法中贡献的。那么外边的我不再多求少欲，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知足。那么这要远离尘嚣人事纷纭呐、无理央场啊、热闹场，我都要远离，是非的地我都要远离，少欲知足远离。你远离之后，那么就是懒惰吗？不，要精进。那么精进的要点在哪？叫不妄念，念佛也是念之在兹。那么参禅也是刻刻时时刻的就参这一念悟生啊。你修观也是持咒，也都是要紧。用什么功就照什么功念，不妄这一念。那么念念相连，心里就定了，就是禅定。哪一种都有讲禅定，并不是禅宗讲禅定，哪一种都讲禅定。那么定中自然有智慧，智慧到最高峰了，就是离四俱觉百非。离四俱觉百非还有在88页。我看就不讲了，我不讲了。那么时间要快到哈，那么那么这有八颗少欲知足啊，以至于到智慧毕竟八颗，我们好好再研究。那么你们研究之后有什么疑问？尤其是对著作上的疑问，那么可以告诉我，那么我将来再这个那个三补一下，将来再做第二版。那流通分呢？那么就是佛劝我们了，还比92页那话很恳切。说汝等比丘，比丘尼，又不色又不欺又不疑，欲诸功德常当一心呢、舍诸放逸如离怨贼，大悲世尊说说利益皆已就近，汝等但当轻而行之，劝我们修心。那么在哪修呢？若于山间，若空色中，我们可不能到高雄那个基隆码头上去修啊。那么要清净的水玩也可以休息休息，或是在没有山没有水，在树下修。那没有树下，有个仙境的地方修。那么实在没有个仙境地方，
找一个有一个疗房里头也可以修。要是净室都没有就很难修。那么我们是修的什么法呢？你那个念所受法，你接受的什么法，你怎么修啊？那么因为什么我们就这么修，我们怕忘，我们翻佛就是善忘，不要忘，那么我们这个修行有什么方法好修行呢？这是在93页94页，那么就是常当自勉记，就自己要勉励自己，等着师父骂，那么师父打，或者是通禅道友瞧不起，那不行，要自己勉励要紧。以何方便修？这修的要诀就是自己勉励精进修持。那么为什么要这么清修呢？那么勿为空时后自有悔呀，不要后悔呀，一气不来就后悔了，就是来生了。改头换面的，不知道披毛戴角啊，到六道怎么轮回啊？所以这些文很好。你看那个93页最后那个表，那么修的方法呢？但当勤而修之。要问你云何修？勤而修之。那么何处修呢？修的处所呢？就是山间、空泽、树下、仙处，最后是净室。何所修呢？那么我们念什么法就修什么法。那么因为什么就这么修呢？那就是勿令忘食，要念念无间。那么以何方便修呢？修的要诀在哪呢？要自勉，这是最大的最好的要诀，自己精进修持，常当自勉。怕的怎么呢？那么为什么这么修呢？都无为空时后知有悔。那么后知有悔呢，有三种。一个是因循蹉跎呀，总不修行。第二个呢，做一点早晚课就可以了，得少未足，道也没成。第三，临时想修，预计已晚，已经赶不上了。那么佛有方便善巧那个说法哈，说是俄入良医治病说药，服与不服非医久也。我是想个最好的医生啊，那么我知道你们众生的病就说药啊，你服不服我都要，病不好你可不要，你当抓狼哦，你看佛的这个那个不都意思反过来，那么激动我们。劝我们，又入善导，导人善道，蚊子不行，非导果也可，也不当抓娃哟。你天天我也不爱讲，你都抓娃。你看佛多方便善巧。那么94页说是，汝等要有苦底四地，有一直可以赶快问，我要涅槃，勿得怀疑，不求觉也。尔时世尊都是那么那个佛法号怎么样？三说三遍，如是三藏，人闻问者。所以这和呢，大家都没有一和心的，都是深信佛说的话。这时候阿耨罗陀呀是有天眼通，因为什么有天眼通啊？阿耨罗陀呀，或者大弟子们大家一打坐呀，阿耨罗陀就度孤，阿耨罗陀就一打坐就度孤，一打坐佛一看见。那佛就是嘿，那阿耨罗陀像个老雷的赶快，像个那个蜗牛一样，老雷赶快啊，那后来见笑啊，那没意思，那么阿耨罗陀被佛这么一骂呀，从那就要再就不睡，不睡了7天，佛又慈悲，佛说阿耨罗陀呀，你不睡眼睛要瞎哟。睡眠是眼睛的药哦，你少睡一会儿都好了。你看佛多慈悲，阿耨罗陀就不睡，就不睡，完了眼睛红肿啊，以后就瞎了。
瞎呢就是那个遇着生的佛是最好的，我就叫他修金光照明三昧，修这个三昧得了天眼通的，肉眼瞎了而得天眼。那么这时候阿耨罗陀就起来了，站的有天眼通，他就观察大家的心。那么阿耨罗陀这一段功二啊，那十六大弟子的这些都有功二，也是给我们末法众生这个看啊，你也一定勉励一点，你勉励一点就能得到利益啊。那么就一定修行也有个说是有个倔劲儿，世间那么这个饮食衣服那个倔没有意思，而佛法要倔，我就要这么修。那么超越这个之后呢，证了罗汉果，得了天眼通，那么我们修行也需要这样的。不过有时候考着我的身体，我那时候才闹风湿病啊，也就没办法，就得我自己这就算老了，那么就得躺着逆来顺受，不敢多动。那么以后渐渐好渐渐好，尤其最近好得很快啊，我就心里很欢喜啊，那么还能那么去好好拜佛打打坐用用功啊。这个有天眼通，他就观察大家的心，就对佛说了：“世尊呐，月可以热，月亮都是凉的，月亮出来就凉的，凉爽了。那假使月亮热，那么日头都是热的，假使日头可以冷，佛说四谛不可另异，不可以改，确实就是这样。”佛说是苦地实在苦，佛说苦地是苦啊，那么不可令乐，那么贪嗔痴撒旦阎王实在这个基地就是阴呢、啊，真是阴、啊，没有别个阴，都是贪嗔痴撒旦阎王自作自受啊。那么若苦若灭之呢，就是阴灭，阴灭不果灭，要想灭苦啊。那么一定从阴灭，苦是果，从阴上灭，那么阴灭的这个果就灭，灭苦之道就是道地，这是真道，更没有余道，那么这个道就是道地的，苦要灭了就是灭地，你看就这么几句，那么就把四谛说得很彻底，简而赅。世尊比丘以四谛尊决定无疑，那么也就是说弟子有天眼通，看透了大家的当时的人们的心。那么完了96页呀、啊、我就把这几句话呀排列成一个表，那么对照四谛啊，对照因果，对照世间出世间，列成我们表。那么接着这个97页，那么阿耨罗陀说过之后，这可能是经家说的，欲持重重要所作未半，没有那么证罗汉果的啊，那么他心中这个见壑破了，还有私壑，私壑就是感情，就是贪心啊，贪嗔痴就贪心，他那个见壑破了，他都知道人名无常，这个就不用说啊，这个跟着私壑没有破呀，但见佛看见佛一灭度就哭着，有悲感，因为他心中有私壑，有这个贪念，要有出入法则，问佛说说，即皆得度，譬如夜间你看即得见道。那么要是有破见壑的，听佛说而去修行，这时候看见佛要涅槃了，那么就听在佛对说一教经就得度了，得度了破了见壑了，就像
晚间黑夜，漫漫的黑夜，看见电光影，就破了见惑，那个境界那么就不同了，从内心看这个境界不同了。那么一渡苦海的就是正四果地，见佛灭度当有悲感呢，是破见惑而没破思惑的。若有出入法法则，闻佛说法即得皆度，譬如夜间观即得见道，这是出果才破见惑的，是这样。感到四果见惑也破了，思惑也破了。那么一渡苦海者，但作四念，世尊灭度一何机会，刹那之间，佛几十年、八十年就过去了吗？那么，因为他见识二惑都过了，他但看见世间无常。那么佛，那么就刹那就是在人间，那么八十年过去了，这怎么这么快呢？那么，所以按照个人内心的不同。而所见的境界，所的感触就不同。我们这个世界，人人也是如此。那么再往下看呢？那么阿耨陀这些话都是对的，阿耨陀说的，将才讲这些话。那么这里大众中涅槃会上啊，那么在异教经的这个法会中啊，那么大家这时候大众中啊，都了达四圣第一了，就了达里面四谛了，是义了。那么佛再殷勤慈悲，那么再给大家，再兼顾大家的道心。世尊欲令持诸大众皆得坚固，以大悲心复为众说。再说，汝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勿坏悲恼。若我住持一戒，会以当灭。慧而不念，终不可得。自利利他，法界诸具足。若我久住，更我所益。因可度者，若天上人间，皆悉一度。其未知者，皆以堕劫，堕劫得度的因缘。自今以后，我诸弟子辗转经。星子，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也。这是法身提起的，这是异教中的大乘的佛法。那么也就是在现在不同说话，浅显说话，就是如来的精神不灭。因为弟子辗转星子，弟子辗转星子都观这个法身，以自性的法身，那么念西方的弥陀的法身。以自性弥陀念西方弥陀，那么我教你念，你教他念，这么样辗转心智，何止从现在教，那么二十年后再教后一辈的，四十年后再教后一辈的，何止是眼前普遍流传的十方，将来流传的尽人未来际，这样的众众心中都有佛呀，就是如来法身不灭，众生的法身就是诸佛的法身，一样一样的，这样的如来法身呢，就常在而不灭。那么再往下翻，那得度的因缘在一百页那个表啊，听佛法。这是因，看见佛像，这是缘。那么闻了佛法，心的生信，或者看见寺院，那么塔，这是信的缘。刚才那么在研究佛法了解，那么眼前有经典是缘，我拿起来在研究，那么这是因，我那么正式去修行，这是因。那么由大众一通的修行，这是缘，完了然后才能证果。那么得度的因缘以后，那么才能有因缘而能证果。自今以后，我诸弟子辗转心智，即是如来法身常在不在
灭。那么最后101页，是故当知世界无常，慧必有力，勿怀忧恼，事相如是，当勤精进，早求解脱。以智慧明灭祖之暗，世事为错，勿煎恼者，我今得灭入求恶病。此事这几句啊，我们都要背下来，那么将来有往生那天呢，心里就提示，此事应舍之身，罪恶之物啊，假名为神呢，莫在老病生死大海，何有智德得出灭子，入杀冤贼而不欢喜呢？不但是没有爱别离苦，完了还了生脱死，往生西方。我们那个莲花现在在西方，天天念，天天修啊，莲花就开放啊，微妙相接，玉覆芬芳啊，我们就将来生到那朵莲花里头。那么这样入杀，入杀冤贼而不欢喜吗？那么103页就是汝等比丘，比丘尼，又不思又不依，常当一心勤求出道啊，出六道轮回的呀啊，一切世间动不动化呀啊，那个世间的不动化就是四空天修那个不知真如自性的那个定功啊，那个不究竟啊。那么动法呢，那么就是那么这个六道轮回呀、啊，大家天天从早到晚呢，这都是在那闹动啊。那么遇着还没遇着佛法，就修着四空天的弯空的定啊，也不究竟啊。这个定一失去了，就堕落下来了。所以世间动不动法呀、啊，都是败坏不安之相。汝等切止，勿得浮于。是将遇过我与灭度，是我最受之所教诲。再指出了这一段是一教经。那么说是，那么我们这个身就像恶病一样，我们这个那么这个身是应舍之物，是罪恶之物，那么这个那么种种罪业都是这个身体造的，所是叫身，就是假名的叫这么身的，净受些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种种苦，我们要是这样的能往生净的世界了，那么了脱这个血肉生死之躯，莲花化身，这不是太好太好了？大体在这，到这里。那么初祖达摩那个入道的四喜四恨，那么以至于后面正道格我调那个很契机的列了一些，大家都可以参考看，还对照这个《易教经》啊，都是很好很好。另外有偶遇大师的那么《易教经解》很简要，那么根本的那么就是世亲菩萨的《易教经论》好。那么看书的方法呀，我那时候看这个《易教经论》呢很难入，那么我以后就用这个方法，早课做完了我不马上吃饭，早课后那么脑筋最好，不做早课差，做了早课之后脑筋最好，那么要吃了饭了这个心里又混沌了，那么我不吃饭，那么早课之后早斋之前我就打开这个《易教经论》看，最主要想问这个问那个的，以后自己看看都明白。所以你们要是看那个难懂的书啊，那尤其佛经嘛，你们就多在这个早课后早斋前，那么早斋宁肯晚吃，那么都能看通。